너 여기 뭐야? 爸，喂，我这明显哦，你台湾大众脸，台湾认唔到去。哎，大娘，咱捌见过面。我知呀，你之前哪会来我房中看我？啊，我想起来，你病院啊，你病院咱捌见过面，下课啊，你真正做有缘的哈。爸，你是不是因为在我心里，所以你才来安慰我？哦，啊，你就因为失恋才来饮酒解忧愁哦？啊，我跟你讲啦，人咧讲什么饮酒解忧愁，我拢骗人的啦，你心情也无好，酒是愈饮愈忧愁的。对啊，拢是骗人诶！我真正无啥项目，就早分开啦。我足少年对，对不？我相信啊，你一定会找到真正爱你的人啊。拢你咧讲，你讲到遐尼轻松，但是你还讲对哦。咱家的生活一定会过哦，比芝麻糕较好。我的自信。我都袂予人看袂起，我都袂失恋啊！你讲，你是安怎要离开我？是安怎？啊，啉醉啊啦！哎，我讲查某囡仔，你啉到安尼，真正足危险的咧。明早倒去困哦，较安全啦。我本来都要倒去啊。哎，行好啊！哎，注意安全哦。老师凯，对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看你跟那个查某囡仔讲话。无啦，查某囡仔啉烧酒醉啊，无说伊弄到，无啥代志啦。啊，我来收钱。好。哦。是你爸说张梦晴哦，你敢是外送员啊？哎，人要紧无啊？哦，过来一个哦。我唔是恁爸，阿伯，但先借问一下，安怎情况？陈子威，陈子威，我咧姓陈哦，安尼就无对啊啦。恁爸是唔陈正辉？是。哎，等下你先较冷静咧。我知影所有要讲的话，你可能无法度相信，啊，不过这是事实。我叫做青木洋介，拄位日本回来。即阵我回来台湾，毋才知影讲，原来咧台湾一个我写作一模一样的人，也就是恁爸陈正辉。啊，毋过歹势啊，我真正甲恁爸一点仔关系拢无。青木洋介，哦，迄个就是顶届我拜托你送外送，啊，小费哦，互你做者迄个日本人的。你就是青木洋介，哎，我是恁店的忠实顾客。哦，你刚刚会记的？你捌跟我通过电话，我有特别为你做白醋凉面，你刚刚会记？哦，啊，就是你哦，不怪他听你的声音听来做熟悉。哎，我有过过去恁店的，问题人无伫的，无拄着。真正就无拄好诶，迄当阵阮家有代志，所以讲我无法度亲身上。真正就是嘞，你真正就是阮爸爸。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误会解开就好。嗯，我是鸡。哇！等日本了，一闻到这味，我真正我会对心肝啦！我，少年，我帮你教我哪做好不好？会用的啊，这是阮妈的独门手路菜。你若是知影伊的凉面红去日本，伊一定就欢喜。哦，啊，是讲恁妈敢厨师？唔是的，是因为阮爸爱食这味的，
所以讲，阮妈为着要做阮爸食，伊就从家己学。嗯。啊，到最后再研究这个特别的口味。我是安尼讲啦，啊，不过我从来同阮爸讲，阮爸做伙食一顿饭过。嗯，啊是安怎？听阮妈讲，我大岁的时阵，阮爸就出去做生意啊，啊，真久拢无消息，阮妈就一直咧等待阮爸回来，一直到前一阵啊。才知影已经归心啊！我想要跟阮爸吃一顿饭，恐惊一世人无机会啊！我闹你种后生哦，我嘛感觉足光明足骄傲的啦。从来都唔捌有人对我安尼讲过，我讲真正遐尼侪优点。哦，我讲少年的，你都要对家己较有信心的啊！多谢你。方先生，你送来的检体检验结果，并无亲子关系。哪有可能啊？干嘛夹唔着伊啊？你是讲生笑？无啦，我唔是伊意思啦。无啦，我知影，多谢。好佳哉，我早有方便。我搁一杯，好哦。你好，搁红酒。等本当离开酒吧，你头头对伊，看要去倒位。喂，小舅。啊，小黑，我卡小舅的电话拢无人接，伊敢有跟你做伙啊？有啦，啊，伊手机啊应该是放喺车顶啦。手机啊放喺车顶，你是去倒啊？哪有轻声？无啦，阮即马伫咧气战场啊。你现在马上把主机传给我。嗨。拜托，你不能害惊我。
还是讲你有什么关联？咱两个是不是能好好讲？过去的，当年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永远拢无可能会放袂记。只是讲这个代志都已经过去要三十年了，我希望你是不是能放下？你就好好行你的路，我对你的亏欠，我一定好好弥补的。甘愿，我真正很甘愿，先和你骂你好。啊，是讲你有什么愿望，你搁未完成的，你早点跟我讲，我一定来替你完成。我跟你讲，当年你为什么对待我？我跟你回去了，请你原谅我。你白天迄个时阵，你已经伤得真严重啊！你的身体根本都已经袂堪的啊！是啦，我承认我不得已，为了活命，我只好跟你抬落山脚。啊，不过我是无安尼做，咱三个人咱拢会跟做伙死。我嘛只也是真心想要好好弥补你的母亲，啊！啊，不过即摆我就是叫孙丽红威胁控制条的，所以只有我拜托你，我求你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求你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。董事长，董事长。你敢是身体对我无爽快？你来做咩啊？你对我根本，我无看到叫一个人。无啊，我来想去看董事长一个人啊。董事长，哎，千万莫搞吓惊嘞。敢会是我最近伤忝啊，才会出现这款的幻想？董事长，我想跟你坐车啊。好啊啦，这个饭后母创你一个尔，你哪着气到安尼啦？你明明知影迄个饭档的规格遮尔济。你可不可以去抓他？我就知影讲个彭耀武啊，有秘密，我唔知爱问个清楚。哎，我感觉彭耀武啊，有做对不起陈政府的代志。啊，老师哥，你头壳痒是唔？我来点药啊！啊，妹，啊，可能他拄啊在气垫床下听到枪声，有受到影响。来，现在，现在。好啦，上主也是讲某咧生气啊，我会惊我头毋才讲啦。梦伊啥物时阵啊？佮我心情要讲啥物唱？好啦好啦，那你我知我唔对，莫生气啊啦，生气紧咯吼。哎呦，无你答应我，以后迄啥物陈静惠的代志，你拢莫佮管啊。迄个陈静惠的人生安怎？伊佮伊兄弟发生啥物代志，拢佮咱无关系。对，你讲无唔对。哎呦，哎，我肚枵呢，来吃饭啊！好啦，我来马上。看起来，彭耀武还佮有陈正辉的代志，绝对无这么单纯。我会找机会，把代志查清楚，替陈慈伟、
找出真相。